然后他们还有什么味噌口味啊什么的。这在哪里？我不敢吃。我在应该就是天母。在天母。哦。跟那个 Sam 在看的。谁是高手？算是一种，因为是也是庆祝了，是这样啊，对，鞭炮啊都拿出来了，气球拿出来。记得上一次一起拍的时候是圣诞节，对，已经好久了，好像年前了，对，好像还蛮长一段时间的，对。不过这也是我算是我们第一次啊，就是三组啊，拍封面啊，封面对，一起上杂志封面。啊？你是说我们准备要弄一组是黑白的，自己带回家的吗？作为纪念照？对啊，应该不会啦。就是之后还是会有蛮多的宣传，像我们在7月30号就在台中会举办我们的演唱会啊，起码演唱会先唱完嘛。对啊，对啊。哎，你台中就如果请雨放的话，就等于是跟学友哥抢，因为雨放最近在雪狼湖嘛，那我们希望他能够专心的把雪狼湖给表演好。那如果说请伟博的话，就等于是跟九令抢。哦。啊？抢什么？没有了，没有，对对。很乐意去你们的演唱会，好不好？对，高手专辑的宣传。希望我知道他们一直有在谈，我们现在已经要去新加坡，然后我们现在其实还是忙着在宣传那个大陆的内地，所以我们一直还是很忙。可是希望有机会了，真的，大家要你在干嘛？没有啊。可是我在这里要说，真的，谢谢大家的支持，因为我知道很多人都是有写信过来，然后一直很关心，然后像韦博有来看，看两场，两天看两场，为了许慧欣，是为了学友哥，我恨你，我爱你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？我宁愿死，也不和你在一起。啊真的，哎，真的剧情真的有这段，我只要看两次，我做功课还做笔记，真的。应该也是快啊！我们现在因为我们真的是忙着在演《雪狼湖》，所以其实没有很多时间去筹备。那目前是有录了几首，然后有拍了一支 MV 所以如果大家有看到樱桃广告，就是那个是一首可以先已经先出来的新歌，然后其他的我们也会尽快，我们都在找时间、找歌、找歌词都在尽快。